好，休息一下，然后你会希望我讲多一点，因为会喘。好，刚刚看到各位在这个传接球过程啊，大概有几种啊？哈，好像应该刚有没有人这样子得分？好，没有，好，这个不行，好，我们不要这个。然后呢，有没有这个传接球啊？是这样传的。这边，等一下，得分的方式规则稍微修改。刚刚我们是直接把球投进去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呢，人进攻的人要进去，我成功的把球传给他 ，good， 接到了才得分，没有接到不算，啊，掉球这都不算，好，好。如果说在里面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，超过三秒，犯规，球权交换 ，OK？ 所以呢，超过三秒的话，球权交换。那如果在三秒内出来，可不可以再进去？不行，这样就太容易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出来以后。你可以到对面那一个，但是不能够再马上进去，这样了解？好，准备第二场啊，第二场的游戏要预备开始。那这边这一队，看哪一队要先下去休息，等一下还有一场比赛。好，因为旁边有一组在 stand by， 看。哦，这边要好，那你们先留着。来，那个在场边的那一组，我们可以先。坐这边，对，sorry， 没有，好，好，我们可以坐那边哈，坐那边，好，好 ，OK， go， come on， go， go， go，
有穿号码衣的队伍，请朝顺时针的方向移到下一个场地；没有穿号码衣的队伍，顺时针，顺时针。没有穿号码衣的，请留在原地。好，那你们第二场也可以进来。我们要先进行讨论，所以现在是小组讨论的时间，小组讨论时间，请各组讨论球离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。刚被听到没有？好，球离手以后你要做什么事情？怎么样可以有效的得分 ？OK， 好，开始讨论。你们讨论好了，要先讨论。
然后这样子，
甩出去的话，在里面的时候，前面的时候放手，他可以控制方向，然后对方会也会比较好接，那就可以传得比较远。那我们就一人在这边，一人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要传得进去这样子。好，报告完毕。还有没有要补充？传完球以后要做什么事情？传完球以后，跑什么地方？跑到洞里面。跟得分有关系。对对，就跑到那个。就慢慢接近框，就是要一层一层传过来。好，所以你传完球之后，你知不知道要去哪里？大概知道。大概知道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第二组，第三组，可以来，坐回来，坐回来，哎，坐回来，王这边。对，你们的方法。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运动战术，反正这些球在哪里就往哪里跑，因为球本身很烫，超快速，所以我们有一点就是因为对方传给谁，然后就跟在他传那个人，因为就是有大概超过80。然后一丢攻击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攻击就是有机会就站在那边，然后他会把球传给你。哦，各位老师大家好。其实我们这组比较简单，是我们刚刚试过传高球，球就不见了。然后我们就是有找到一个方式，就是用两手抛球，然后抛的距离越近越容易接得到。然后其实是跑动最重要。跑动最重要，所以跑，那怎么跑呢？有没有什么跑的方法？我们怎么跑的方式，其实就像是我们有绕对方的，就是他有穿好吗？我们绕到对方后面，然后尽量把手举起来，但是会尽量靠近所有我们的那个传球者的弧线。其实那个球丢上去就是乱跑，你掉到地上，我刚才被老师纠正，不能摸。其实就是已经就是试探到说我们要怎么传球，然后加上其实他们都个子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在做低球的时候遇到那种比较高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弯下腰，所以我们的传球跟跑动比较累。好，有点好，谢谢。好，来最后一组，麻烦一下。你的队友呢？队友一起来支持一下。现在的发表，现在讲求这个团队的时代。完整的讲的是这样子，同组，我可以确定，好，那个大家好，因为我们刚在玩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因为球已经接不太高，然后我们刚开始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有一点想说，我们接球的一个方式怎么样，用抱着，就是抱着脚，然后接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我们丢传球。因为我们在那个持球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冲击到一点，因为我们发现到大家都挤到，就是可能会要超球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赶快先做比如说像我刚刚有做的 U 卡跟 L 卡，就是先跑到那个持球就是持球者的那个，因为我先传的给别人，后来那个人拿到之后，我先跑到他的位置上，然后做一个转换动作，然后跑到再跑到那个点，然后去做接应球，这样，然后就是会。